8月28号正在举行的2018雅加达亚运会上又传来喜讯，中国代表队在羽毛球混合双打项目中，选手郑思维、黄雅琼再夺金牌，以2-0战胜中国香港选手。黄雅琼赛后发微博庆祝夺冠，而她的偶像王俊凯本人也在留言区恭喜，并称一起加油。随后王雅琼激动回复：啊，终于等到你了，感谢小凯，一起加油。羽毛球想了解一下吗？呵呵。话说黄雅琼不仅经常点赞王俊凯的相关微博，还经常发博表白王俊凯，也是一枚超级厉害的小粉丝喽。芒果拉新闻，这样的正能量，姥姥很喜欢。报道。